我们每队呢需要分别派出两位队员，需要给对方队的成员来设计两个危险的词和一个危险的动作，双方呢需要在我们这个规定的情形下进行交流，一旦触发了危险的词和危险的动作，你的队友就会接受水炮惩罚，触发次数更少的队伍获胜。好的，那么现在我们开始第一轮，第一轮要聊天的呢是兵哥和迪哥，两位请。 OK， 然后雨宁和于洋接受惩罚，来请就位。我们先去旁边写一下那些词。 对，你们可以先商量，先商量。我们的情景是当东北大厨遇到爱挑剔的食客会发生什么。兵哥是东北大厨。对，我刚才观察了，我想的是这个危险动作就写那个，那个手放腿上，可以啊。他做的时候手老放，他手老放腿上，行吧，这狠吧，可以啊，动作呢，我觉得，杨迪的角度，杨迪手放腿上，可以，真的，你相信我，手放腿上。你看环境，有肯定是有。你们有什么吗？这里有，这里可以。完美啊，漂亮。然后这个词儿，东北人爱说啥？啥不知道。贾冰哥，以我对他的了解，啥可以吧？东北人啥？怎么什么啥？啥？啥？杨迪，你在想写东北话？菜还是肉？杨迪，你在想写东北话是吧？好，请各位到我们指定的位置上，现在两边都已经写好了。来，你们谁是食客谁是大厨？我是食客。OK， 好，我是大厨呗。好了，来吧，准备。挑战开始。老板推荐一下你们这里的特色菜。推荐一下特色菜。我再给你次机会。我是客人，你能不能做生意照顾照顾我？说话，说话。你不能不说话。有没有一种可能，不是语言，而是行为？哎，行。不是语言，这里有些什么？我想听。杨迪，他的衣服已经透了。说话。这里有些什么？我想听。这还玩吗？这还呀，都不用不了一字二词的就能赢你。弟弟，要不在我这待一会儿啊？这里有。稍停，稍停啊！是这样的，最后两个人的语言量是一个考量的最主要的。你不说话就是你是完输，不管他奔多少次你都输。快说吧，这里有啥？俺想听锅包肉。哎，你的手能不能别放椅子上？我觉得是不是有这个逻辑？怎么做的？糖。醋、盐、油。能不能做辣一点？四川人想吃辣的。改变改变。也有这种可能。
哇，有没有素材推荐推荐？我真的快笑死了。我决定不说话了。好，来，可以可以。好，开始来，请把你们。啊，没错没错。我这是在，我特别了解你，这是我特别了解你。继续啊，哎，哎呀，观察观察啊，啥呀？注意啊，注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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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注意！呸！他俩现在都没怎么说话，为什么还一直在喷啊？两位都写在放腿上，估计。哇！注意！你注意，哥。对对对对对。啊！推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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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点不出来了。自己看菜谱。在哪儿呢？有些什么？到底是啥呀？酸菜炖粉条。好，时间到了。啥呀？他都不知道。猜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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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猜，中间中间前面的五发都是因为一个原因。我是不是那个坐姿哪儿？坐姿没问题。就有问题，有问题。手放在腿上是不是？对。妈呀，行不行？我出这个行不行？你太行了，我也出了这个，结果一上来贾斌哥就这样了，我都气死了。他们是手放腿上，有这里有，那边是你们这里有什么？那边是菜，没事没事没事，还有啥？对，和手放腿上。那我应该写不说话。那么贾冰儿和于洋被攻击了六次，而雨宁和迪哥被攻击了16次。好，下一组请上场，我们请雪琴和老秦来聊天，弟弟和汉语站到被攻击位。你们的情境是来参加一个相亲局啊？行，是来相亲的，手一定只能放，因为我跟兵哥就说了，我说我以我对杨迪了解，他手一定会放在腿上。来，哦，谢谢弟弟。我你给我干啥？我又没喷着。不是，哦、你都留两个吧，你留着自己用吧，他干的。他这个都不行，有没有浴巾？相亲呢？相亲问为什么？我给你们，他们应该不会。我给你们出个招，你还教人呢？全身他就这样动着，可以啊，试试看。好好，好好，可以，他只要一笑，可以可以，来吧，相当刁钻呢。这么刁钻吗？你们觉得谁能赢？这边赢。我觉得这边赢，因为这边有点过分了，写的你我。哎，是这样，因为刚才他们是就是话不多的，希望二位还是话密一点啊。对，咔咔说。我们俩的玩游戏的方式就是不管这边是谁，就是不管这边是谁，我们俩就是纯聊。行行行，对。你们刚才说啥？你们刚才说啥？来来来来，眼镜眼镜，来眼镜，别眼镜了吧，你把雨衣穿上吧。来，请坐。来吧。好，两位现在是来餐厅相亲的。不至于，
计时开始。你好。你好。你肯定有你，你肯定有你，肯定有你，肯定有你。再试试。大胆的聊，行行。别试了，你。是。又顾的。嗯呐。手可以放下，手是安全的，被你俩累得慌。你们是相亲，不是来打架啊？嗯呐。阁下。阁下。哎，阁下也。别笑了，别笑了，哈哈。笑，老秦，你是好聪明，好聪明，好聪明，做实验是吧？你已经很棒了，哎，但弟弟已经这么湿了。我这边是不是迪哥上次那台啊？哎，永金有吗？永金没有。永金没有。好，来继续聊。聊天，聊天，聊天。干啥了？翘二郎腿，翘二郎腿啊！阁下，为何相亲？我妈让的，我妈妈让我出来相亲。你是谁？谁？谁叫你来的？谁叫来的？谁叫来的？鹏又哈哈了，不笑。朋友，介绍一下 yourself。知道了吧？本人。哎，知道了吧？本人。哎。你试一下，再试一下。在下。在。没有危险词已经出来，你我嘛。啊啊，就说明有可能是动作。那我不能。You what？雪琴懵了，懵了，雪琴懵了。哎呀，好开心啊！你刚才做了什么动作？你刚才做的是，你先不要动，你靠动作，一会儿靠动作。你别动，你别动。来，老秦，我想知道。举手，把手放下，再举一下试试。快快快快！因为他不能笑。嗯。雪清。雪清。没事，你乐吧。给我拿瓶沐浴露。你们相亲说话呀？初次见面可以跳支舞吗？阁下有病吧？阁下有病吧？我想跳一支踢踏舞。想得美。来来吧。
孩子。跳跳，好，时间到了。哦，你们两个猜一下你们的动作是什么？你已经知道了，对不对？移动吧。对，动作。对，笑。你中间无意识的好多次，对，不能回头。你一看弟弟，他就被喷。对，他被喷了，你就又回头看，他又被喷。但是最精彩的还是雪琴那个啊啊啪，他可能觉得是脚步的某一个动作。怎么会有动腿这种动作呀？因为我们发现你每次这样对着聊天的时候，你每次都把腿放在这儿一动不动。哦，他不经常做这个动作，所以他动一回他也不会在意。哦，你为什么都没湿啊？感觉湿了。弟弟，你那个比他猛。太猛了，你那个应该是迪哥那个管。同款。好，我们宣布一下他们的成绩。雪琴和汉语被攻击了14次，老秦和弟弟被攻击了13次。好，大家加油。